下熟睡的夜晚里，我在回看自己的故事，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，在一种构筑年八月七日的黎明，我诞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欢乐，而是悲伤，和平思念如同风暴侵袭，破坏着生命的美景，带走欢声笑语。在那个年代，我患有先天性发落式思念症，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意味着什么，因为我的生命只有四十几年。我的心脏上有四个缺口，我走不了路，嘴唇发紫，上帝为什么要让我出生呢？我来到世界上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谁能给我答案？我是被咒诅的人，魔鬼也在嘲笑我的生命如此脆弱不堪一击。在四岁的时候，第一次感觉人生的黑暗与绝望，生的选择，不做手术只能活十年，做手术也是赌博。我无法理解，难道我的生命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赌局吗？在我同一个病房的两个孩童，他们去了手术室，再也没有了他们的声音，难道我的命运也是如此吗？在黑暗的深渊里，我心恐惧颤抖，死亡笼罩着我的眼前，绝望铺天盖地，突然有一颗耀眼的星星照亮我的病房，我心中呐喊，真的存在上帝吗？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，请你来拯救我，我要与你蜜月。如果你拯救我，我要让你的名字响彻全世界。虽然黑暗笼罩，我会嘲笑，但信念如同明星闪耀，生命的盼望在心中燃起，我心头的乌云凝结成霜，却在生命的温暖怀抱融化为希望的光。我相信那片光明在等待，穿越绝望的黑暗，必将抵达彼岸。即使生命将逝，信念永不消散。在手术台前，我祈求生命庇佑，保佑着生命之花不被黑暗吞噬。这是耶和华神给我埋下了伏笔，我的生命。